所以你等于还可以再加青菜跟肉这样，哇，可以耶，是不是很值得？好，我们就今天要来吃吃看到底好不好吃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吃过焗肉面的，我也是，我没有吃过焗肉面，我吃过很像面的焗肉，我也有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你说像粉条的东西，焗肉，然后把它切成像面，那个一卷一卷的不就是像面吗？它不是在搓冰里面吗？我很喜欢吃那个东西。那粉条，那是米苔木吗？米苔木，米苔木，米苔木好吃。米苔木要烫吧？好，我们要赶快吃题，等一下它冷掉了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煮好了。然后我煮的时候呢，是按照包装上面的建议，是加了200cc 的水。那我觉得刚刚好，就是这样一碗的分量，还蛮 OK 的。外形很像油面，对，然后是透明透明的那一种，很香哎、欸，超香的哦！我觉得它调味料非常有诚意，它就是标准麻辣烫的香味，看起来完全不像200多卡的食物，真的。三二一，真的是焗肉，好酷哦，很 Q 弹，很 Q 弹哎、欸，还是我喜欢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、欸，我也喜欢，就是有点脆脆的，它就是那种麻辣锅的那种味道啊，好吃、哦，我感觉喉咙有一点辣，汤头是好的哎、欸，够辣，够辣，哦，还不错、可是这种辣油的感觉，你真的很难想象它是对啊，低卡，我意外的还蛮喜欢焗肉面的口感，我也是，就是它很吃起来很有嚼劲，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脆脆的食物的，我也是。那这个口感我完全可以耶，而且它除了质地不太像一般的面以外，我觉得除此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好吃的新的料理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熟悉的口味。它的口感其实有一点，它的面衣不是那种一般油面的面衣，但它又比你刚才说的那种透明的焗肉丝再来的更像面一点，就是介于中间。你知道我们在拍影片之前啊，我们就是想说，哎、欸，大家都说很好吃，到底是不是客气？就是大家都是朋友，是认真的很好吃，还是就是？但是我今天吃了之后，有啦有，怎么会真的很好吃、欸？哎，因为你今天说要来吃那种什么威卡焗肉面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天哪，会不会是不好吃的东西？为什么不好吃的东西才找我来？太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口感，我刚刚好像吃到肉燥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吗？有，我有吃到肉燥，我这边有肉燥。哦、就调味包里面那种干燥肉块。对啊，我有吓一跳，因为我第一次是没有料的，就是它里面有小肉块、欸，哎，
你如果有长期看我们阿姆阿姆的，就大概就知道大家觉得好吃跟不好吃的反应大概会是什么，而且很快，就是对，一秒快就知道有。我们真的已经就是也觉得有点怀念，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三个人同时都觉得好好吃了。我觉得 Jessica 这次的联名很厉害耶，很厉害，好吃。那真的是在减肥的女生，对啊，比如说午餐或者晚餐吃个这，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耶。嗯，现在加一点肉片进去，那我给四，嗯，哦，不错，算高吧，算高，算高。我喜欢吃辣，嗯，它够辣，我很担心那种自己自称麻辣结果不辣的食物。我觉得它都够辣，大概也就是小辣，然后有一点，然后不会让你觉得吃到太痛苦，对，不会很呛，然后你有辣到的感觉，所以四个按摩。很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四个按摩很好。我觉得我就可以果断的4.5，我好像也是4.5按摩。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，然后它的辣度我觉得很刚好，然后面条的那种脆脆的 QQ 的感觉我很喜欢，嗯，甚至我觉得比一般的面好像还要更刷脆的感觉，嗯，就会一直吸一直吸这样，嗯，我很喜欢。我觉得当初你觉得焗肉面可能会不是很入味。可是这个焗肉面其实、oh, okay. 其实是入味的哦，它不会让你吃起来就很像一条一条焗肉、嗯，你吃起来真的是吃得到那个汤的那个味道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加分的，好好吃哦，大家赶快要下单，开始订购哦，我会把那个购买的链接放在下面，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限时间，不过大家、嗯、我尽量赶快，就是可能这个礼拜。影片上线，然后你们就可以顺势的去订购，好不好？详细资讯放在下面啦。好啊，或者是你们大家可以自己搜寻维法的主播。其实也有还蛮多人试吃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其他的试吃跟评价的话，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其他人的想法。支持 Jessica， 耶！不要忘记帮我按个赞、yeah ，订阅的你，还有我的频道，还有一定的频道，然后去敲完他出影片，好不好？就是唱歌啊，他一定很会唱歌，然后他就不拍影片，大家超好玩。我觉得你们只能一直看影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也是不敢说了，我听了很久。好，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再试吃任何东西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要去试吃一些什么你们比较想要知道的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耶、yeah, 欸，真的好吃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吃，欸、真的很意外哦、欸，因为我每次看那种焗肉面的广告，我以为还好，大家我们完食了。